咱即马伫咧白石池，咱困觉就好诶。啊，即马要往屯鹿池出发啦，今仔日是足水诶，完美的营地。今嘛为白石池出发，咱今日较轻松，咱要去屯鹿池。哦，好大哦！白石山要到啊！白石山3110，耶！哦，水啦！万里池大明宫，半路跟团。拍下拍下拍下。纯路2公里。万里池。内池2.5。所以。准备要上去了。屯鹿池到了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们已经走到屯鹿池啊，这是第3个湖泊。
很漂亮，也很大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到妹池扎营，因为妹池有活水。OK。水路来咯，那往是哪里比较安全？没有地方是安全。尿尿，来大尿尿，小尿尿来。声东击西，尿尿打字很有吸引力耶。哇，打架嘞！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很多。哎，你们努力一点，再弄多弄几个地方啦。我们高就是要看。我刚本来交换，可是我发现交换一下整波太忙，所以我只好把它移到我的旁边。哇，现在光线很好哎，超美。嗯，现在就有5只，然后晚上有几只啊？所以你们出来尿尿的时候自己要很稳定哦，很靠近。好开心哦！现在录。走过去。他基本上不怕你啊。对。烘烤过之后干燥，然后因为它如果干燥，它就会下去，它就是高温。干燥它都是70度，6小时。烤超多的，有啊。水路上四部队也被拖出来了。再会啊，屯路子的露露们！想不到有封面提早要来，咱需要6天变5天。天气是影响种植上大的因素，天公伯已经给咱4天好日了，咱非常感谢，也感觉好运。先拜山友建议咱过2天就落山，惊落大雨，万大事不好过。第5天，咱打算一天为屯路池落山。人讲平安回家是上重要的路，想不到过2天回去的路有够歹行。
安东君山，咱另工再来。回家，回家。好，左手要放了，又抓绳子抓好。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。从第一列寮下第一个，这么开始就那么难下，这边不缺水了。石头都会滑哦，这一颗，这一颗，这一颗。不能。对。抓石头，抓那树。哇，瀑布哎！啊，好像可以游泳哎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坐下来。坐下来啊，来不到吗？谢背包，谢背包，谢背包。对啊，哇，好大的神木啊！
从这边过去了。这边。就会很满，涨起来太奇怪了。我们现在走在万大溪上面，溪床上面，等一下准备要接阿万大啦，难得的经验。摔成这样，崩溃。下雨，摸黑。16个小时。能告安东君，最后一天。我要坐一下。